上人，哪知我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因为爹爹在外面吃饮嫖赌瘾，弟孙兄弟险险都来家里因分散，表亲为着保阮兄弟两人牺牲自己，虽然爹已经来世，不过老人家却是犯了罪名，被发配充军，要经过二十年。当时我浑身还阁细汉，在东港晚会收我为做义子，助着我车用人管汉大，我也是孔子的门生。在我中生之时，伊对我吐露往事，我才知讲我不堪的过去，阿娘的牺牲，我大汉当然要助着伊老人家来接倒转来。不过当我够感觉要来去见伊老人家，哪知讲因为伊服刑，这段日子表现真好，在十八年了后，都已经心灵放他离开。我随伊的脚步，四处在咧探听，四处在咧找找。不过阿娘到底在咧倒位，这已经是消息渺茫。人讲母子是连心，对着阿娘一切，我十分的关爱。不如今日听一个告庙师，心机十分的灵感。人讲有相休就有必应，往进庙师来去下心愿，希望早日会当找到阮阿娘就是啊。我无注意，先甲你弄一下啊！
妈的是讲，是我哦无关情过后，我伫咧甲主持讲话，再无注意讲后壁有人来，是我去弄到你，电脑拄只你安尼手已经点火啊，唔知去伤到你的手也无，我看你的手伫咧发红啊，不要紧啦，这只是小可的伤痕而已，我若是会转，只要天阳该公公的就好，讲真正的，多谢姑娘，你会当宽宏大量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若是无食，恐惊对你无冤。我怎么跟你回嘴就好啊？哎呀，果子啊，你实在太客气了。生起来到庙寺的所在，人是会一定定，有但是啊无注意，这嘛是应应的。想袂到小姐不但哦，人亲民大义，你佫聪明伶俐，佫会用想这个办法来安顿我的心，袂我感觉住在这偏房。其实我甲查某囡仔吼，伊用是真无话讲啦。我惊伊讲我若一句话讲了唔对，会甲对方得罪，所以讲我是减讲话较好啦。啊，想袂到小姐你，既然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倒只甲你接口讲话，我想讲你若是无去娘家，我是思乡世家，我想我会交朋友啦。啊，不过我交我拢是查甫的朋友，唔要甲查某囡仔接触，你是头一个哦。啊，你若愿意，是袂咱会当做一个友谊的朋友啊。卖讲是友谊的朋友，若是要做你防范知己，我嘛是真愿意啊！真正呀、啊，当然啊！哎呀，佛祖你有保庇啊！你有听到我的心声，我要找老母找袂着，我找到一个防范知己，安尼真好，真好啦！太衰啦，我失态啊！姑娘啊，看你这尼啊真可爱，你够单纯，我是袂当问你的名。当然嘛是会用的，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雷秋松。讲出你咧，叫做秋松啊，这个名较像啊真好听啊。只不过这个名字当中，好亲像带一点啊秋天的意味啊。这是父母教我所好的，希望讲你人生当过了平凡快乐。自我了解，我叫做白云霄，住伫咧白家庄。啊，今仔甲小姐你见面，我想讲哦，你跟我咧话做投机。我希望以后咱来一个师门会，金师作对，会当互诉亲中。唔知讲小姐，你讲方便，我到你府中去拜访啊？你到我的府中拜访？是啊。告诉我，你问我娘，我愿意是同你讲啊。要讲你若是要到我的府中，歹势真无方便，我甲你看起来，明明就是一个自然滚珠，我既然跟我讲话。如飞，一点半就无看影。我既然给我拒绝千里之外，讲我本来看起敢若真君子，结果讲我是伪君子，我是好意呢，我是要交朋友，我又是要吃人亏啊！你是要给我讲我这番话啊？真正冤枉天，冤枉地哦！吼，我是到一届，我怎么样讲话，想讲愈讲愈有滋味，变老师爱给我讲到这番话，我感觉真难为情啊！头一届哦，我查某囡仔伫咧遮做这个接送尔，都会给我拒绝到安尼。我看以后吼，我讲话爱检讨啦，特别有人安尼讲哦，我大面神，时间嘛已经无早，我是赶紧倒转来，才袂搁再接我神机就是。手机惊爆破啊！啊，我叫算命，我算一个二姐，若是要出门就拄着你臭小囝，炮牌我来买买，我一点面子拢无，今日心情礼拜啊，就来收这消费，好好一姐。来这头家哦，哟，人在看呢。头家啊，出来个看麦子。哎呦，家母啊，哭哭跳，家母啊，哭哭跳，家刚来冻未掉。家母啊，哭哭跳，家母啊，哭哭跳，家刚来死翘翘。头家啊，哎呦喂，我你即摆是安怎？我都看你遮呢。我觉得我这黄义林跳舞是当然的，看到你，敢那看到钱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会生气，我会不欢喜。你自己点个动，我动啊！我看到你是啥？讲话就讲话，出卖来！我他妈的，你干嘛？你死的！你唔知我后边人是谁款哦？你后边有人吗？那是我搞卡掉，看你是卖手还是卖脚，倒一支起来。妈的，头家我无阴阳眼，你后边有人我都无看。我一直讲嘛，靠山一家啦。安尼哦，来来来，你请。请问这位家公啊，不，请问这位人客啊，你要食什么好料的？食什么好
你消费，我想要吃什么口味，你会不知影吗？我知啦，可以说什么？对，通粮卤肉饭。排骨饭啊？排骨饭哦，你也要吃排骨？我不爱吃卤饭。我跟你讲，我吃一个口水。阿公，粉椒炖冬瓜。对，水饺菜很水。你家己留去吃。无啦，水饺啊。水果菜很水啊，四种物件我无爱啊。你食啥？以前我上爱食韭菜，知影无？安尼好，等下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无，啊你讲安尼讲我安尼怀疑安尼咧。啊，无你店内底是拢无卡手哦哈。我跟你讲。啊，有车行动啊。几万来，你请请请。头家有水无？头家有水无？头家有水无？哎，头家无水，头家伫遮。无啦，头家有水无？有啦，头家就水。要食你的大米。什么叫我的大米？下坡已经一百空八了吧？吃你的面啦！来来来，对对对对。头家请几桌？头家啊！阿妈啦！阿妈就才蛮传奇吧？有啦，我们。是讲等偌久啊？好，我来传阿妹啦。好，来到这，大奖之五，不过用餐就是内底点头叫滴的无？来哦，咱去。小姐，你拄仔徛咧门口个款。无，我拄出来，我拄仔徛门口口尔。我若无看你过河堤嘛？有啦，真个吗？我伫河堤有甲路过，所以讲过，唔要讲下过。安尼是啊。我带你去踢掉。那你我等你啦。来来，请请请请，咱坐咱坐。来请请请请请，来咱坐。今仔生日有无？当然啦，今仔日好。哎呦，咱坐照够坐，你要坐啥？啊，方便的就好啦。方便的哟，哎呦，我甲你传。我唔是人哟哈，我这边都无搞门。我你自己胖的啊，我要吃啥你自己胖的啊，无啦，我跟你讲，头家啊，你敢若太过方便了吧？无啦，我跟你讲，阿妈因为我地公吼，向来这吼，无牌搞到破费，我头家哦，阿侬叫白啦，无啦，我叫白啦，我即摆无想要做头家啊，阿要吃啥？头家啊，粉肠啊，粉肠要，头家哦，阿诺啦，啥事啦，啥会啦，想要做你台东。你来钱钱，你这有什么无用吗？你是怪钱钱呢？头家，阿妹，我来叫啊，你免买无用。我跟你停进来。唔免啦。头家，我跟恁斗嘴。头家哦，你阿这么嚣啊，你阿这么叫啊？我这么想哦，台子就是大爷啦，跟你叫啥哦？好啦，妈你啦。跟你讲话就是要卡来笑啦，你搞我要创啥物啊？阿妹，我跟你靠感情，你是不人不啦？啥想要跟你有感情啊？我嘛就我跟你有感情。好啦，马上去啦！来这里，大家就是要听歌啦，对不对？听我内底安排小雪雪唱歌。哎呦，破未出来哦！你今日变巧哦！我无你当我白痴哦！你智商是有大部问题，我知影。我当时咧对付智商问题，我智商百倍，我跟你讲，你无超预先智商八十年，对不对？公平啦吼，公平个 BB， 好，各位亲爱观众朋友。今仔日恁来到贵店的所在，阿来这个我哈捧场吼，食韭菜。我请阮安排的小姐姐演出啦，唱好听的歌曲，给各位大家听，阿来我头赚钱钱啦，太欢喜！家里在外也不怕，家里开心。
感谢恁，感谢恁的歌声。较像歌声真美妙，可比出国的黄莺同款。也搁拄才看一个相片，原来是你啊！当时当面头前表现，更是冰清玉洁，白素甲一副甲千金小姐，好不离好不寸。想袂到只不过一个青楼的歌姬，你有啥物资格讲我是为君做嘞？讲错，哼，真歹势。青楼的歌姬又搁是安怎样？人我严肃，我嘛是正正当当伫咧趁钱。若是来到青楼的所在，孤独拢是大赢。那若是你的话，我是听有啦。若要跟车来，无事你就唔通过大门。所以哦，你若无钱，上好就赶紧离开。什么人稀罕啊？头家啊！喂，我看呐，才偌济钱啦？你才讨钱样尔啦？邱总帅，伊讲我无钱，十里无里啦。啊，我来做。等下，我先用钱收着。开个小差额。啊，好棒！卖什么包？叫我出来给你包咩药？我出来想喏，动作外景较细是无哈？无啦。我讲的话无人想要听。没有没有。我叫杨帅出来，什么八万？我知啦，你打那么多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请你休假了，姐。来个家，大家好到这里也好，那我才像你这么阿拜，为国子爷倒转来。我严肃你这个酒楼的所在，算起来是安排的歌姬。哥哥的大爷，拢爱我严肃陪伊，同款。今天你来，我嘛是同款有陪你呐，你何必这么阿着急？来这就是要开钱，只要啊，钱。那介绍旅馆，我就会陪伊到归家。严帅，这是你讲的，当然了。今日我就是安尼陪我，真的吗？爱笑话介绍。但是阮这严帅介绍起跳的啊，介绍起跳的够如何？阮都有钱啊。恁家有钱哦？哎呀，不过你的给我不好听。哎妈呀，他这个五千，算出来，啊你讲严帅啦吼，起码拢五万起跳。五万起跳，我可以十万。我十二。你的输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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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头我家己叫啦。你无依靠，你家己叫啦。无医生，吃饱的。吃饱的。系啊。你继续个电话，看你几间啦。无啦，我叫你加听听听空空耳啊。讲我清楚。空空耳。两间拢算在我。好好。各位亲的观众朋友，你们今天吃中午饭，明天就要来一次，明天都看不到我了。